你好，欢迎收看《影响世界》。如何重现没有照片记录的过去的时光呢？除了拍照之外，还有没有更好的记录旅程的方式呢？作家梁吕珠用敏锐的观察，还有优雅的画笔，帮我们重温早年的台湾。他甚至在邮轮上画下一个长得很像琼考林斯的老外。今天《影响世界》很高兴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作品。吕珠你好，慧玲你好。我们刚刚说如何用再回去回溯过去没有照片的时光呢？我觉得我有一次在书店找到一本超棒的书，这本人生上都是一个时代。我真不好意思哦，我就是跟着沾光，这个是已经得奖的书啊，但是是我的好朋友陈柔静的作品。是，那只是我很荣幸，就是他邀请我帮他画插画。所以当初的机缘是他邀请您来帮他一起完成这本书。对，其实应该是这样讲，柔静在这方面的历史写作已经经营很久了啊，他真的是我非常，他虽然是我的同学了，我们非常熟非常好啊，但是我很尊敬他，因为我觉得他所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啊。那他在做这个历史的时候，因为他的来源很多都是旧相片或者是旧报纸，那他看到的图片都是糊掉的，所以他出过几本书以后，他常常就有一个感慨说，他很希望把一个比较清晰的图像可以给读者们去更亲切，就是更深刻的感受到那种他在描述的东西。尤其是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是1920年代、1910那种很早年的台湾。对，而且保存就是以前的所谓的相片也好，一些纸张的保存是不太好，还有包括以前的照相技术啦，种种，所以他就有很多相片，基本上他想要呈现，但是完全不能用。就比方说，就是你可能看到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就是一团糊掉的。那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些东西重现出来，所以那时候他就想来想去，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到我，就是当然有很多专业的插画家了，对。但是我想他这个东西是有一点难度。我所谓的难度不是说难画，有很多人可以画得比我好，但是以一个专业的画家来讲，他没有办法投入这么多的时间跟我们事事讲求非常精准的陈柔静小姐合作，是因为她的那种考究的东西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精神，那很少人能够这样好。那刚好我就是一个，我可以不用那么在意那个时间成本跟那个酬劳成本，所以我当时真的是义务画刀帮她画。真的，她在序里面写得好可爱，她说她那时候需要一个人画，然后就想到高中的时候把她打败了的那个同学。高中的时候你拿了那个全校北一女的那个画画比赛，国画比赛的第一名，对，就把他打败。他就想到，我有个同学这么厉害，就跑去找你。可是其实你刚刚有讲到一个重点，他是一个事事讲求精准的人。对，他很可爱，就是说，因为他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其实你知道研究古时候的东西，你就必须要有一些坚持跟追求。对。但是因为他不画画，所以他有时候丢给我一个糊掉的相片的时候，他说你就看到什么就画什么。但是事实上是很困难。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说好，我们现在想象电话可能长什么样子，可是1910、1920年代的电话长相是完全不一样。当你从来没有看过这个东西的时候，你无从想象起，而且给你一团糊糊的，对，没办法画。所以我们能够复原的唯一方式就是必须他给我一个糊的相片以后，他必须同时去找出那个年代那个东西的其他的相片。比方说他去找10个1910年代的2020年代的电话机来，然后我们就去研究说哪一个是在这个画面上应该是那个长相，对，然后我再把那个东西画进那个图画里，是这样子去做的。我对于里面有一篇非常好奇，其实我们现在常常选台湾实景啊，台湾，其实1920年代的台湾就开始选了台湾八景，对，而且讲了一件事好有趣，它就是一个报社，它办了票选，对，票选，然后你就是每一个人有一人一票，然后你就可以。我觉得我是日月潭人，我就投日月潭一票。对，可是其实用文字来描述，你很难想象当年是怎么投票。对，然后对，好像还发生很有趣的事。对，因为他就叫我，他就拿了一些旧相片叫我去翻画，等于是这样哦。那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到日本去，其实他出书的时间已经很赶，那我实在画不出来，因为画这个很花时间，那我就到日本去，就他刚好也到日本来，那他就有一天就把我从家里把我绑架到因为他要去神保町买书，他就把我绑架过去，然后就把我丢在咖啡厅，叫我在那边把那张画画完，然后他就买书。对，好可爱啊，就是当然他有付咖啡的钱，就是蛮有趣啊，以朋友同学之间这样子的经验是很有趣，不过当时真的压力好大，帮他做事压力好大，他好追求完美哦，就是我们常常为了就是因为
常常比方说他画，他有时候会叫我画那种场景画，我可能画了几十个人在画面上，然后他忽然会告诉我说，你那个扣子数目画的不对，那个时候的背心没有这么多颗扣子。哇，他真的很考究哎。对，但是问题是他很可爱，就是因为他不是画画的人，所以当他在看一张相片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可能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对，但是当他看到画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已经画好了，你画错了。对，比方说你可能衣服的方向画错了，举例来说、是这样扣或是这样扣。对，但是他在交相片给我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么多嘛。所以我们有时候哇，那时候我说我们俩这么好的朋友，那个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争到面红耳赤，因为你想想，我已经不眠不休的画了一整天之后，我眼睛都已经快要斗鸡了，然后他告诉我说不行。那我能怎么办？我不能擦掉，我必须从头画起。对，所以后来我们就只好两个人商讨出一种合作模式了。后来就变成我用草稿过去，他先确认可以，我再线稿过去，他又确认可以，你就一步一步这样子来，减少那个总比我都已经完全画好之后，他告诉我这个地方不行，我真的会昏倒在地。所以你们的工作方式是他们你们会一起去找照片，没有，然后照片是他找。哦，照片他找。对，因为其实整个在书写跟考就是他在做，我等于只是在做画的工作，只是说因为画的时候我必须要确认某些细节。因为后来我就学乖啦，比方说这个地方我看不太清楚，我就先问到清楚不可，所以到后来衣服的事情我只好去买了一整套的那个1910到1950年代的那个服装那个图像大全。真的假的？你为了要考据其中有哪一幅画需要做到这么精细的考据？我举例来讲了，举例来讲，有一幅就是讲到那个什么游轮，就一群洋人下来，大家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普通的画哦。对。那相片我是照着相片画，但相片糊嘛，他们的鞋子我不敢乱画。我不能够照着我们现在的鞋子画，所以等于我必须去翻那些书，等于说。当我看不清楚他鞋子的样子的时候，我必须去画一个当年代是可能出现的鞋子的形状上去。你就跑去买了一本一整套好几本，就为了考据那个鞋子是不是对的，对，或者是衣服到底有几个扣子，对，就是说衣服的形式我也必须要了解，说当年代他们是穿这样，我们总不能说像我现在假如穿这个衣服当年代是没有的，对，所以这个真是一个热情啦，就是说我们也一方面觉得好玩，那一个这么好的朋友，他对我们整个台湾历史付出这么多，我觉得我能够做这一点点事情，我是觉得很荣幸啦。对，还有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在这里面我们重现了好多当年台湾的样子。我们虽然在台湾解严前后有过很多的社会抗争，然后学生运动，1920年代他们就开始有请愿活动，欢迎台湾议会请愿团，对对，然后你就画了一个当时的学生如何请愿。 对，这个也是其实也是有旧相片的，对，只是在这个呈现上面，柔静他可能希望就是说当我把它画成画的时候，我必须要交代一些细节，对，那个画的那个感觉会不一样。当一个糊糊的相片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没有感受的。所以他希望把它画出来。那这个呢，同时你也点出了一个当这个所有画里面花了我最多时间的一幅画，请你算算看上面有多少人，一个一个慢慢画。我现在没有办法算，这一场游行大概有300人，反正就是，哎，为了朋友真的是两肋插刀，我就开玩笑啦，真的 是对呀、啊，看得出来真的好用心啊。不过有一些其实是比较不这么困难，会不会？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建物，在台北现在还找得到。对，对不对？所以像里面他有一篇讲到府台街洋楼啊，是那一府台街洋楼那个报纸就是整个糊掉的。等于说你看到那个报纸的广告中间是我画回去的，那但是他的那个原来的报纸翻拍已经是整个糊，所以柔静做的事情就是去把那个洋楼的几张他拿得到的相片，包括他现在的相片，对，现在我们就看了几十张相片，对，去把它把照着报纸上的角度我把它重现出来，然后他同时去找了当时的那一个等于是房子的那个所有者的那个相片在上面，一个椭圆形的，他也找到那个人另外比较清楚的相片，然后我们用这样组合的方式再把它画回去。哇，真的是好大的工程哦。对，花了好多时间，不过真的很好玩，就是对，现在想起来。那我就觉得我常常在游轮上会看到一些外国贵妇，就是很典型的琼考林斯造型的那种感觉。对，那因为他的穿着打扮实在太经典了，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好有趣，我也是不好意思拿相机来拍，这样就偷偷的画画画画画下来。他穿的鞋，对，他的衣服的样子，他的发型，他的妆。